最近有一位中国舰船专家的针对航母的一席话可以说是刷爆了军迷们的朋友圈。那么这位专家是谁呢？我们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他叫朱英富，是中国著名的舰艇设计以及造船专家，中国海军多型现代化舰艇的总设计师。他不但是我国 052B 和 052C 两型现代化导弹驱逐舰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辽宁舰的设计总师，他被誉为叫船舶设计大师。对于军迷朋友们关注的咱们中国航母的数量问题，朱英富就表示，他说美国方面说他们需要十艘航母，当然我们不需要像他们一样这么多，但是最起码应该有三艘，如果有条件的话四艘五艘。4月6日下午，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大楼300人的报告厅里挤进了500多人，有的席地而坐，有的靠墙而立。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了讲台上一位白发老者身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总设计师朱英富。朱院士此次来川，为学子们带来了题为《发展海军装备，建设海洋强国》的主题演讲，期间透露了一些辽宁舰建造过程中的细节故事。朱院士说，瓦伦格号到我们手上时就像是一栋烂尾楼，我们必须要完工，而且还要建得满足我们的需要。从2004年续建到2012年正式服役，8年时间，朱英富和团队成员把烂尾楼变成了一艘现代化航母。讲堂上，朱英富院士还介绍了目前正在建造中的我国第二艘航母的一些情况。他表示，中国第二艘航母很快就将下水。通过续建辽宁舰，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建造航母的经验，建立了完整的设计建造体系，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所以第二艘航母的建造进展要比辽宁舰更快。朱英富说，中国第二艘航母在外形上跟辽宁舰很相像，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提升。首先在舰体内部的设计更为优化，抛弃了苏联的一些设计思路，同时舰载的电子设备也进行了换代升级。中国第二艘航母在舰机适配性、电磁兼容性、全舰安全性和战斗能力保障方面都有所提高。当被问到中国海军需要多少艘航母时，朱英富回答，现在美国说他们需要10艘航母，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但起码应该有3艘，如果有条件能有4、5艘更好。好吧，就相关问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著名的军事专家局座张召忠张老师，有请张老师。哎，张老师，欢迎你。任委员你好。请坐。好的。张老师，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总师朱英富他说出这样的话，说咱们呢能有3艘是最好，当然有条件的话有4艘有5艘更好，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的这样的一种表述呢？这是辽宁舰的总师是吧？对啊，他是说的辽宁舰要建3艘，他说咱们的航母他讲的是对的。对辽宁舰来讲呢，我个人一直感觉，如果说积累了这么半天经验，你说辽宁舰建了一艘，后边001就搞一艘有点可惜，因为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因为这个技术成熟了，工程技术团队都成熟了，你说就搞一艘它形不成批量，应该再建它，照我说像辽宁舰什么001A 这样的，它连着造它4艘，这样就是批量了啊，包括蒸汽弹射的什么都从它这走，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这个舰型就固定下，6、7万吨也非常适合。然后同时呢，将来造船厂另开一个系列，什么核动力的、电磁弹射的，什么那个，就是另外一个系列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理解，辽宁舰这边、大连造船厂这边搞他个3、4艘。所以您觉得他说的这话意思，就是说以辽宁舰为基准，这样成熟的技术，我们还可以再搞3、4艘，甚至更多？我不知道他怎么说的，因为我这一辈子搞装备，我就是一直在讲。或者说中国搞什么东西要形成批量化，批量越大越省钱呀，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话呢，这个需求讲起来，为什么说几艘呢？啊，为什么说3艘、4艘？啊，不是10艘、8艘，不是20多艘，它是牵扯的一个军事需求，就是发展多少艘航空母舰，它是跟这个军事需求。军事需求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事情它强调这个需求。就是我们中国的话呢，
这个需求讲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嗯，你得根据时段是未来20年到25年，我们中国海军的面临的威胁，谁会对我们构成威胁？是，我们会到哪儿去作战？啊，它威胁多大？我们去作战，去应该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然后这样的话呢，确保这个任务的完成，又得分好几个批次，因为人要休息啊，是，人吃马喂啊，对吧？这些你都换，就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要有很长的时间，未来20-30年，然后呢要执行什么任务，需要怎么个替换班次，这样计算下来才行。按照我个人的计算，至少应该6艘，就这么一个过程。而老牌航母国家美国拥有的航母数量全球最多，为何却公开叫苦，抱怨10艘航母不够用？更有海军智库人员说，美国至少需要16艘航母。从10艘到16艘，美国到底需要几艘航母才够用？与此同时，英国正在建造的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战力仅次于美国，它能否让英国皇家海军重振雄风？军情解码，敬请继续关注。2017年4月8号，美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福特级首舰福特号被拖船拉出了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随后，福特号在自身核反应堆输出的强劲动力驱动下，开始进行首次海试。是啊，福特号身上背负的太多太多的期许了。美国媒体就曾经表示，福特号至少在技术上是领先其他国家航母3代以上的，而且随着福特号的下海和入役，这也标志着美国的航母数量重新回到11艘。目前美军现役的尼米兹级航母总共有10艘，相比其他国家大多是1到2艘的规模，美国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不过呢，美国海军对此仍然不知足。比如说一家美军海军智囊中心的主任，他叫塞斯·克罗普西，上个月就在美国众议院的专题小组会上公开表示，应该在每个热点地区部署一艘航母。目前我们的航母数量还不够，今后的需求会更大，这还不包括地中海。他就建议要在局势紧张的地区部署更多的航母，并考虑到返航维护的需要，所以海军大约需要11艘。当地时间4月8号，美军最新研发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纽波特港口首次自主动力航行，随即开始海上试验。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重点报道，认为它与1975年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海试有同等意义。自从2012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退役至今，美军一直保持着10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阵容。而福特号的海试给不少支持扩大航母规模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保有12艘航母的计划又近了一步。美国是全球拥有航母数量最多的国家，但经常有人发出10艘航母不够用的言论。2016年12月26日，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离开波斯湾回美国本土休整，但是本来预定要接替他的布什号航母休整延期，无法接班。于是在2017年1月1日至5日期间，出现了全球各海域没有一艘美国航母游弋的情况，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出现的状况，一度引起了热议。有军事专家指出，美国并不是主观上撤回所有在海外部署的航母，只是航母正常轮换，但这个所谓的航母荒仍然让不少美国人相当不淡定。有美国媒体宣称，美国在冷战结束时将航母编队的规模从15艘减至不足12艘是一个错误。退役海军上将约翰·哈维公开对媒体表示，让一支拥有10艘航母的海军像拥有16艘航母那样去运转，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就会撑不下去了。实际上建造16艘航母的想法早已有之。2016年3月，一家美军海军智囊中心的主任塞斯·克罗普西建议，要在局势紧张的地区部署更多航母，并考虑到返航维护的需要，海军大约需要16艘航母。
他还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只考虑经济承受能力，我们就限制了自己，限制了自己的能力，最终我们会限制自己的安全。问题在于我们想要什么以及必须做什么。张老师，福特号服役之后，那么算来美国的航母数量就是11艘了。但是刚才短片中也有所谓的专家，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些西方人士，他们提出，他们说美国11艘还是不够，至少要16艘。我就特别想知道他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数字就是根据军事需求，就是美国你打算将来是在哪些地方站岗。你要是在世界上站岗，你可能需要10几个哨位，如果你就在美国，可能就是在东西海岸一边放3艘就够了。你说我这一个港，我保持这个港24小时都有人站岗，那不能说一个人他不吃饭不睡觉啊。对，你起码有4个人，有4个人或者有3个人才能保持这个港哨有1个人始终在这站岗。航空母舰它也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军事需求，是一个作战构想啊。美国呢，就是将来全球作战这一点它是不会动摇的，不管谁当总统，那至少要10几艘，否则你玩不转，你3/3嘛。你就算有10艘的话，你同时在海上作战巡逻的只有3艘到4艘，是这个账是得这么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美国的航空母舰的发展不会减少。还有一个呢，就是航空母舰的发展呢，它有一个现役和预备役，这样一个美国有这样一个编制。预备役的他没有退役，他也是算现役，他也是属于服役期之内。预备役的也是国家拨款，也是经常参加训练，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他说16艘呢，也有这个可能。他比方说12艘现役，4艘进入预备役。预备役接到命令之后也是几十个小时马上就服现役啊，就这样的。就是现役、预备役、退役，那退役之后他还不是说就死了，他也没死啊。退役之后他还在那待着呢，就是没人管他呢。就是最后除役，就是除籍了，就从你这个海军的这个名单上彻底除籍了，除籍之后才能拆呢。退役不能就拆了啊，对不对？你这退役以后他没死呢，你真是除籍了之后就等于他死了，判死刑了。企业号今年3月份就判死刑了，对，就拆了，正式拆了。但是企业号退休已经4-5年了，现在才开始除籍。是美国他服役，我们经常用到的名词是这样的一些名词，大家要注意不要混为一谈。英国3艘无敌级航母全部退出现役，让皇家海军缺少了中坚力量。正在建造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战力仅次于美国，据说1艘就可以顶3艘无敌级。他们能否让英国皇家海军重振雄风？军情解码，敬请继续关注。好的，说完了美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老牌海军强国英国。2016年12月底，英国皇家海军无敌级的2号舰卓越号航母被拖出普斯茅斯港，开启了它驶向土耳其拆船厂的最后一段旅程。至此，无敌级的3艘航母，无敌号、卓越号和皇家方舟号全部淡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视线，并且他们是在同一家拆船厂被拆解。据说拆解下来的废料将被用于什么呢？它会被用于基建、煎锅、剃须刀等等。不得不说呀，如此的巨舰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不少英国人为之是唏嘘不已啊。据了解，无敌级属于轻型航母，排水量呢是在20000吨左右。虽然它诞生之后，不少国家跟风建造了一批类似的轻型航母，但是如此小的身板难以承载英国海军逐鹿大洋的雄心。为此，虽然囊中羞涩，但是英方呢还是下定决心，咬牙建造了2艘6.5万吨级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所以从吨位上来说，1艘伊丽莎白级航母就可以顶3艘无敌级。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2艘新航母能不能重新让英国皇家海军拾回他们的信心？
2017年对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英国媒体称其为航母年，因为除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将于5月份在北海进行海试外，她的姊妹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也将于今年夏天在罗塞斯首次下水。英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更是信誓旦旦地说，2017年标志着海洋能力新时代的开启，英国将在全球投射影响力，保卫国家安全。据了解，这也是继上一代大型航母皇家方舟号退役之后，时隔近40年，英国重回大型航母俱乐部。20世纪80年代至今，英国一直在大国的脸面和缩水的钱包之间反复纠结，结果就是在此之前的多年时间里，英国皇家海军中的顶梁柱一直是3艘无敌级轻型航母。由于受甲板面积和机库限制，该级航母的舰载机出勤率偏低，而且与很多国家装备的第三代战机相比，老旧的钥匙舰载机已失去任何优势。于是英国政府痛下决心，用2艘巨型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首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和2号舰威尔士亲王号，来提升皇家海军的远洋打击能力。从2艘航母头戴女王和亲王桂冠可以看出，英国对打造的新型航母寄予厚望，煞费苦心。而在新航母的设计上，英国人也是下了一番苦心。数据显示，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长280米，比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短了整整50多米，但是英国新航母的宽度居然达到了74米，与尼米兹级相差无几。这样大的宽度对提高航母搭载飞机的数量和对舰载机的调度都大有好处。新闻图片显示，同在船坞内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身板要比身旁的无敌级航母宽大得多，不仅载机数量是后者的4倍，而且效率也要高出许多。英国媒体对此无不得意地称，这艘英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船舰，是除美国之外世界上最强的航母。好的，说完了美国的航母，我们再来说说英国的航母。英国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英国是打算双航母战略，一个是伊丽莎白女王号，一个威尔士亲王号。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种战略构想呢？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需求。对，世界上这个航空母舰呢就分三类，不是，世界上的这个海军国家分三类，一类就是美国，全球作战，是这个他发展的航空母舰一定要具备全球作战，全球作战要核动力，对啊，对不对？这个持续几十年不用加燃料啊，这个像福特号这样的吨位大，十几万吨啊，就这样的，这是全球作战用的。第二类海军呢是叫区域作战的海军，就是英国、法国海军都属于区域的，就是在它那个范围的。将来有了这2艘航母呢，就是2个任务吧，一个就是在大西洋完成北约赋予它的区域作战的任务，第二个就是马岛嘛，不是1万多公里之外，那还有它这个领土啊，那到那个地方去进行跟阿根廷争那个岛屿啊，这是它的另外一个任务。所以2艘，一艘派出去，一艘在家里守着，区域作战。对，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航母，航空母舰的技术60%-70%都是英国创造的，就专利都是它的。就是航空母舰，那就是英国的亲儿子，那真是从头到尾他弄下来的。然后这个二战结束了以后，英国还有好几艘5、6万吨的大航母，结果呢50、60年代就都退休了，就剩了1万多吨的那种垂直起降飞机的航母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有一根线儿，就是航空母舰还算有，虽然它小1万多吨，但是还有一个无敌级。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就说我要建这个大甲板的航母啊，这个6万吨的伊丽莎白女王、威尔士亲王要搞这个。你看这是20年前就开始嚷嚷要弄到现在还没出来。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英国现在是过去100多年历史，英国是300多年的世界超级帝国。对。结果弄得过去这几年他就没有航母了，就这个国家就没有航母，全拆了，全退役了，退役后这一段时间就没有航母，没有航母也没有舰载机了，那等于这个国家跟航母就没有关系了。
就是现在突然，比方说今年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突然服役，65000吨突然服役，服役以后那飞行员从哪儿来？那飞行员半年不飞，这个证就没用了。就好像你说我是个老司机，但是我又一年没开车了，那得从头考。飞机飞行员都没了，是那飞机从哪儿来呀？他那个下水的时候，他 F-35B 那一大模型，那一木头做了一个模型放上头，你说这英国是不是丢人的？所以这两艘航空母舰对英国来讲的话呢，这个摆样子还是更多一点。作为大国利器，航母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虽然印度发展航母的道路颇为坎坷，却放出话来未来将拥有3到5艘航母，这个愿望能否实现？俄罗斯将斥巨资对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展开大修，与此同时新航母的建造计划也一再搁置，俄罗斯未来的航母之路将何去何从？军情解码，敬请继续关注。好的，说完了英国、美国两个航母大国，我们再聊聊我们的近邻印度。印度是对航母有着执着追求的国家，比如说早在1957年，印度就从英国购买了尊严级赫克利斯号倾斜航母，更名为维克兰特号。1986年，他们又以6000万英镑的低价购买了英国1944年建造的竞技神号退役航母，更名为维拉特号。此后一段时间，印度海军凭借着2艘航母，可以说在当时是称雄印度洋的。然而，我们把时间轴给拉到2017年3月6号，在印度孟买的港口，随着维拉特号航母上的印度海军旗和服役三角旗最后一次降下，这艘被称为世界现役航母中最古老的维拉特号航母正式的寿终正寝。而另外一艘老旧航母维克兰特号也早已被切割成了碎片，据说呢，回收的废铁被用来造摩托车了，并且呢，还会在每辆摩托车上印上维克兰特号的印记，以表示我们造摩托车的钢铁可是从航母上弄来的。至此，印度海军现役航母只剩下了一艘，那就是从俄罗斯购进的维克拉玛蒂亚号。不过呢，这并不影响印度的航母雄心。日前，印度提出了一个大计划，他们表示未来要打造3到5艘航母，自建至少2艘。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印度的计划能实现？2015年夏天，印度前海军少将拉维·沃赫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了印度海军发展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印度海军最终将同时拥有5艘航母，其中既有大型航母，也有小型航母。随着2017年3月服役时间长达58年的维拉特号航母正式退役，印度海军现役航母只剩下一艘从俄罗斯购进的维克拉玛蒂亚号。为了实现5艘航母的计划，印度在建造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的同时，还在加紧推进2艘国产航母的设计建造计划。根据印度媒体的说法，第二艘国产航母将被命名为维沙尔号。早在2015年，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已同意拨款470万美元，用于这艘航母的研发。按照计划，维沙尔号航母的满载排水量达6.5万吨，将是印度海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航母。该舰可能采用核动力推进，相关技术有可能由美国或法国提供帮助。同时，印方特别希望获得美国的电磁弹射技术。如果印度能获得相关技术，维沙尔号的舰载机数量就有可能从34架增加至50架，而且搭载更大、航程更远的战机乃至空中预警机。不过，对于印度海军发展航母的雄心大志和宏大计划，西方军事专家却表示，鉴于印度的技术和制造基础，他们感到疑惑。美国海军学会专家埃里克·沃特海姆就公开说，航母特别是核动力航母技术复杂，印度是否有能力建造值得怀疑。他说，这是一个大问号，需要克服大量技术难题和制造领域的挑战，印度能在多快时间里具备这一能力是个疑问。张氏，我有点特别不清楚啊，因为刚才英国呢表示他是作为区域作战，这样的话2艘，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一艘威尔士亲王号，印度一张嘴就5艘，这个5艘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印度它就属于这样，长期被殖民，所以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之后呢，他骨子里边就想，我一定要雄起，要雄起、啊。这样的话呢，他就是感觉啊，在印度洋作战呢，他需要五艘航空母舰、嗯、啊，就是这样。五艘航空母舰上哪儿去弄去？现在美国考察了一下印度啊，考察了一下印度，说是想把美国的航空母舰送给他。原来美国号退役的时候就想送给他，对，小鹰号退役的时候，小鹰号原来住日本，退役的时候又想送给他8万多吨。八万多吨，印度不敢要，就是美国的航空母舰，你白送给印度，让印度训练个3-4年，他都不会用，玩不转。嗯，那个不可以，不行。但是说印度这个航空母舰，他自己造这个不行，造航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的工程管理，啊，机械制造，啊，这个军工企业配套，对，一系列大的项目。但是说为什么中国就我们大连造船厂什么东西说什么时候弄好，就因为它所有东西都中国配套。对，这一点其实是上万家厉害的，你成千上万家企业，这个系统工程，这个总指挥很厉害，他能把全国各地上万家厂所有的东西，你这个什么时候送到，你那个什么时候送到，就把它统筹了，这个太厉害了。印度他就缺这个东西，统筹，他统筹能力太差，他是全世界买东西啊，你看他那个，他那个最好的那个导弹驱逐舰都造好了，就等那个防空系统巴拉克导弹。嗯，以色列一家给他晚好几个月。你是统筹，但是他供不了货，过时间我要罚钱，那你罚吧，我就弄不出来。因为全世界，你说你们家装修个房子，全世界去采购，油漆在哪采购，砖头瓦块在哪采购，壁纸在哪采购，你试试看。咱们不说造航母，你家里装修个房子，你试试。弄到一块可不容易了。嗯，说印度它属于这个，就是缺这少那，它一直弄不起来，自己造这个航母呢，一天起来推，本来说4-5年前就可以服役了，那到现在下水就下不了，下了3次水了，都没这啊。对，最近一次下水，太有意思了，说这次可造完了。嗯，这造完了以后敲锣打鼓的剪彩又开始下水，下水以后那个，因为它在屋干船屋里边造完了之后要放水进来。进来之后把那个船扶起来，那个船才能出去。对，结果那个屋门那个地方由于长期不用，卡住，让那个淤泥给淤死了。嗯，这个船出不去，航母舰出不去，出不去以后海军就指责造船厂，啊，说你们这帮子脑残，这有病没有？这么大个事儿都弄不好，怎么不清淤啊？提前什么？他说你已经晚了5-6年了，你晚个10天20天的怕什么？别着急，我们慢慢清。这全是这思维。所以您觉得印度提出这五艘航母的计划，您觉得它是美好的愿望，是吧？不可能。嗯。近日有消息说，俄罗斯将斥巨资对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展开为期2年的大修，与此同时，建造新航母的计划也一再搁置。俄罗斯未来的航母之路将何去何从？军情解码，敬请继续关注。说起俄罗斯航母，我们不得不提苏联。冷战时期，苏联曾经拥有过全球第二的强大海军，与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大洋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但是在航空母舰这一项上，前苏联却与美国差距巨大，航母建造计划几次流产。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前苏联吃尽了没有航母的苦头。最后，为了对付当时美国北极星弹道导弹潜艇的威胁，航母计划终于被提上了议事的日程。所以之后，苏联的第一代航母莫斯科号和列宁格勒号诞生了。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他们没有起降固定翼飞机的能力，是一级巡洋舰和直升机母舰相结合的，我们类似可以称它为四不像的航母。苏联的第二代航母是基辅级，当时呢共发展了4艘，尽管战力与美国的大型航母无法相比，但是它总算是可以起降固定翼飞机。1983年1月开工的库兹涅佐夫号是苏联海军真正的大型航空母舰，它于1991年1月正式服役。不过呢，随着苏联的解体，建造更多的该型航母已经不现实了。现在服役近30年的库兹涅佐夫号也成为了俄罗斯海军的一根独苗，不过体弱多病，状况不佳。
有分析称，以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建造新航母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库兹涅佐夫号一直带病在俄罗斯海军中挑大梁。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他的处境。2016年10月，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率领着大型攻击舰队，从摩尔曼斯克军港启程赴地中海执行任务。航行途经挪威沿海、北海、英吉利海峡等地，一路全程喷吐黑烟。这些照片和视频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许多网民说，库兹涅佐夫号航母锅炉一路喷出的滚滚浓烟让太空卫星一览无遗，北约不需要雷达就能发现俄罗斯舰队，由于几十公里以外就能看到黑烟，俄罗斯的舰载战斗机不需要配备导航装置就能返航。有分析称，航母航行时黑烟滚滚是燃料燃烧不充分所致，也有分析称其引擎工作状态不佳。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不足为奇，库兹涅佐夫号自1991年服役至今20多年，从未有过完整的大修和全面升级改革，加上建造期间资金紧张导致的先天不足，库兹涅佐夫号服役期间事故不断。此次远赴中东地区实战，该舰就因拦阻索两次发生断裂，致使一架米格29和一架苏-33舰载机坠海。2017年3月，俄方终于公布信息称，要对库兹涅佐夫号开始为期2年的大修，计划投入11亿美元资金，升级库兹涅佐夫号三大系统，以期救活俄海军这艘唯一的航母，使其延长服役20年。而为了改善库兹涅佐夫号孤军奋战的局面，2015年3月，俄海军司令称，俄罗斯已经计划建造一艘新的航空母舰，能够携带约100架飞机，比美国当前的尼米兹级航母多10%。但俄罗斯经济专家称，建造一艘航母投入的费用，其中包括人工费用、材料费用等，大概航母的造价为100亿美元。这么高的价格对于俄罗斯来说就是天价。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就以目前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想都不敢想用这么多的资金去建造航母。倘若俄罗斯现在去建造这样的航母，就会对俄罗斯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重创。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啊。俄罗斯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它的现在的一个现状，它其实也算是老牌的一个拥有航母的国家了。那么张老师，您觉得现在俄罗斯它这样的一种发展算是正常发展吗？俄罗斯呢是这样的，就是原来苏联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当时这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当时苏联就决定要发展航空母舰，第一代航空母舰是莫斯科级2艘。莫斯科级呢就是具备携载几架直升机的能力，但是那是航空母舰的基本型。在这个基础上呢，他搞了第二个级别基辅级，搞了4艘。对，基辅级现在唯一剩下一条根在役的就是维克拉玛蒂亚，在印度服役。在中国一个基辅号，一个是明斯克号，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深圳，现在拉到南通去了，去做那个航母公园的，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也叫航空母舰，但是它是比较低端的，就是直通式甲板，是30万吨，就是这样的，起降这个垂直起降飞机的啊。第三个级别的呢，就是这个瓦良格、库兹涅佐夫，就这2艘。这2艘都在现役，一艘是在俄罗斯，一艘在中国啊，辽宁舰。第四个级别的呢，就是乌利亚诺夫斯克，这个被拆了啊，这个是最像航空母舰的，两个跑道是滑跃起降的，两个是弹射的，就是弹射和滑跃是都有，而且吨位呢8-9万吨，这是有点像美国的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这个最后美国感觉到有威胁，所以设圈套就把它给拆了。就是说，苏联时期发展了4个级别，将近10来艘航空母舰，那还是有一定的工程技术人员，有一定的这个技术储备。现在俄罗斯想自己去重新建造航空母舰，这个想法很好，有几个阶段。一个阶段呢是早在1997年，当时普京当总统的时候，他就说到2015年，他要造6艘航空母舰。但就说一个是没钱，再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也没有，你十几年没订货，你一下的人才就没了。
还有造船厂哪有啊？这俄罗斯没有这种大的造船厂。你见他造过驱逐舰吗？他连造驱逐舰都没有，就5000吨以上的舰艇他没地方造。造核潜艇可以，但是这个水面舰艇原来设计的时候，苏联时期布局的时候都在乌克兰纽洛耶夫造船厂，那是专门造航母的。嗯啊，你别说这个了，你原来西北风那个两栖攻击舰他还买法国的呢，最后法国没卖给他，卖给埃及了。作为大国利器，航母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对中国航母的发展，外界报道称，到2025年，中国将拥有6艘航母，2艘采用核动力。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的航母战略？军情解码，敬请继续关注。2017年新春伊始，外界关于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即将下水的报道就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而媒体刊登的最新照片显示，首艘国产航母近日呢已经完成了全舰的刷漆工作，航母水线以上船体喷涂了中国海军的灰色涂装，远远看上去显得格外的漂亮。而对于外界普遍关心的中国到底应该有多少航母这个问题，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辽宁舰的总师朱英富就表示至少应该有3艘，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有4-5艘那也是更好的。而国外媒体的猜测其实更像是天马行空了啊，比如说有外界就猜测称到了2025年，中国将拥有6艘航母，2艘采用核动力。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要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再建4艘航母啊。那么这种猜测到底从何而来？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中国可能很快将成为航母超级强国。近期，美国媒体以此为题，对中国航母的建造情况和发展战略进行了报道。报道称，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于2012年9月正式入列服役。这艘航母是中国海军利用从乌克兰买来的一艘废弃舰船改建而成，而中国的第一艘国产航母进展神速，即将下水。它采用滑跃甲板和常规动力，外形虽与辽宁舰相当，但是舰载机数量可能会增加一半，为此战力大增。报道还猜测，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可能仍会采用常规动力，但是舰上将装备蒸汽弹射器，并采用平直甲板，排水量预估在8.5万吨左右，未来建造数量可能也是2艘。不但如此，外界还报道称，中国的第4艘航母目前正在设计中，预计将在2018年开舰。这型航母至少建造2艘，它采用核动力推进，航速可以超过30节，排水量将达到10万吨级。最重要的是，因为使用了核动力，所以能够满足安装4台电磁弹射器的需要，以及电磁炮和激光武器等需求巨大电力的武器。报道称，预计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成熟的航母拥有国，从而成为仅次于美国海军的第二大世界级海军。中国海军将在2025年部署6艘航母，其中2艘为核动力。而在4月6日，辽宁舰总设计师朱英富院士在给武汉电子科技大学的讲座中，也谈到了未来我国航母建设中一些新技术的应用问题，例如弹射技术。朱英富透露，目前我国蒸汽弹射和电磁弹射技术都在研究，他个人更倾向于电磁弹射技术。这些技术一旦成熟，将会应用到未来的航母建造中。朱英富表示，除了电磁弹射，还有核动力，未来我国一定要搞，希望大家耐心等待，相信我们很快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刚才我们也看到美媒说了这样的一个话，说咱们中国呢至少要6艘航母，而且有2艘是核动力。您觉得他们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分析，我们应该怎么看？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管发展什么武器装备呢，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一个呢就是水到渠成啊，就是稳抓稳打。我们基本上采取的是什么办法呢？一个大苹果树上都是苹果，像001A航空母舰，这属于我们跳起来能抓下来的苹果。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水平，我们现在的能力。这就是一开始我讲的，我希望001A 这个舰再造2艘，这个批次的形成4艘。这样的话呢，因为形成战斗力很快，说能不能再多造？再多造可以，但是
由于它是滑跃的，它制约性比较多一点。那我们换一个思路，就是这个苹果树啊，上边搭个梯子，我能把树梢上的一个苹果啊摘下来。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得去挑战一下，我得把它挑战一下。啊、你比方说电磁弹射。电磁弹射说我们比美国先进，我们说那是陆上试验，嗯，你没有装船，对，陆上试验和装船完全是两个概念。就是你比方说在路上都很好，对，这个电话很好，这个发报机很好，这个雷达很好，哈哈，没事，装舰一装舰不行，因为到舰上以后它是一个狭小的一个空间，所有东西装上去后，它都开机以后相互干扰，嗯，是，对，这叫电磁不兼容，它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比方说美国中国二所那个全舰推进都挺好，但是一过巴拿马运河的全舰停电，没电了，是滨海战斗舰也面临全舰停电，全舰停电打仗的时候这等于被俘获了，被击沉了，这种事故这还得了啊，一系列的问题，安全的标准很复杂，但是我感觉中国现在这些方面都在试，对，你总得摸索出去。对，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示您，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参与互动活动，您可以登录北京时间官方网站www.bigtime.com 或者下载北京时间的官方 app 回看点播您喜爱的军情解码。在最后的大咖讲武环节，我们请张老师来为我们聊一聊我们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航母。张老师马上为您带来。中国呢将来需要什么样的航母，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有争论的，就是这个有的说三艘啊，有的说四艘，有的说五艘啊，有的说十万吨的好，有的说四五万吨的就可以了，是这样的，就是需要什么样的航母啊，到底发展几艘好，主要是根据未来的军事需求啊。现在世界上分三类国家，一类是全球作战的，就美国一家，第二类是区域防御型的，像英国和法国，第三类是近海防御型的国家。中国呢在几十年来我们都是近海防御型的，现在有了航空母舰之后，我们逐渐从近海防御向区域防御型发展。那么应对这样的区域作战呢，航空母舰有个六七万吨啊，我感觉就可以了，如果有十万吨左右就很好。至于常规动力和核动力呢，那核动力呢它就是续航时间长，所以常规动力呢就是你老得加油啊，这个主要是区别在这，当然是核动力好，但是核动力好它就造价贵一点啊。所以说按照军事需求来讲，我们将来还是主要是区域作战，这个捍卫我们中国延伸出去的国家利益，然后呢御敌于国门之外啊，在这个离着我们海岸大约几千公里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呢，捍卫中国的主权，我们能满足这样的一种需求就可以了。我们不追求说美国有十艘，为什么我只有三艘四艘？不追求这个啊，我们合理足够能完成我们自己的近海防御啊和延伸出去的国家利益就可以了。